些想要为你做还没有学会的动作，那些想要说出口没出口，喉咙变干渴。爱上了你，失去了整个我，算什么？假装着笑，讨好你，从不说自己的失落，渐渐忘了自我。或许你爱情从来不缺我，所以你不在乎我曾来过，只怪我太天真，傻傻陪着喜怒哀。其实我真的脸上没眼泪，不过是我独自走的好累。那时候你很简单，很希望有个人陪伴，那时我们很平凡，再困难两个人承担，现实让你失去了整个你，没着落，变得多疑，没耐心，没自信，分不清对错，渐渐忘了自我。或许你爱情从来不缺货，所以你不在乎我曾来过，只怪我太天真，傻傻陪着喜怒哀。紧张，你不要紧张。嗨、uh-huh. ，线上朋友，大家午安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会，建安哥好，我是李强。李强你好，刚刚这个是我们那个前一阵子这个热播的那个微剧，是我的未来男友的片尾曲《路人甲》。然后那时候那个剧在播的时候啊，就很多人在讲说，哇，那歌都很好听。我们就跟那个制作人说，哎、欸，那把他请来《阿甘大明星》唱歌好了。然后整首歌，你刚刚说那个是一个就是特别的 MV 版，对，它是，所以后面有那个未来男友的 feel， 有点咩，对对对对，比较特别一点、哦。嗯，当时也没想到这首歌会变成人家戏剧的搭配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没想到搭上戏的歌感觉都很不错哎，因为会随着有很多的讨论啊、嗯、然后能见度就会变高这样、嗯、大家都可以顺便听到我的歌这样。真的，你是一个早起的女孩吗？还是是一个我是要晚起才会有比较嗨的人？我应该是睡饱才会嗨。那你现在有睡饱吗？现在是还 OK、哦、对，真的晚上喜欢，是一个喜欢夜生活的歌手。还好哎、欸，其实因为
下班回家就是陪我的狗狗们。哦，真的、哦，狗狗们两只贵宾在家里、哦啊，每次上班可能出去写个小时，我觉得他们很可怜、哦。然后我有在家里装那个什么，就是那种监视器，那种宝贝监视器。宝贝监视器。对，他们就躺在那里，就看起来很无聊。哦、真的，你是一个毛小孩的那个就是疼惜者。是啊。好啊好，哎，我们这边也有那个毛小孩那个什么专栏的，你可以跟他们好好研究一下。啊好啊。宇强看起来就是有点。让人觉得很文静，其实我是好像没什么杀伤力。可是刚刚听那个歌，好像不是这样。刚刚那一首歌，哪一个比较像你啊？嗯，就比较像我吗？比较像你一直以来的你自己，就是唱歌的时候其实很带劲、嗯，然后那个还蛮震撼的。可是你本人看起来真的就是很温和。然后刚刚女孩子家上节目之前一直在看她自己的刘海，嗯、对我记得刘海就是她用了最流行的空气刘海，但是她一直不习惯。所以怎样？你们在三哎，所以你是一个原住民？我是原住民，哦、是哪一族？来自新竹的泰雅族。哦，泰雅族是的。对啊，所以你的歌声也是有天生的那种老天赏你礼物的。这样的一个祝福在里面，感觉是哎、欸，谢谢。因为这样唱歌不太容易啦，女孩子家也不只是女孩子，因为要男生唱出这么有一些好像隐藏什么特别的力量在里面的歌声，嗯 嗯, 嗯，都是还蛮有受到眷顾的。谢谢谢谢，因为我们家族都是。对音乐都还蛮喜欢 的,、哦、的像你家有歌手吗？除了你之外，没有。但是我们长辈就是像叔叔啊、阿伯啊，哦、这辈的，我爸爸、嗯、姑姑啊，都是会乐器啊，会吉他、哦哦、会 keyboard、会打鼓、会 bass， 然后会唱歌。这样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从小耳濡目染，就自己也变得爱唱歌这样。真的习惯这种直播的节目吗？然后习惯，其实他也不是说他是直播，但他就是个网络的节目啦、嗯，只是我们用 live 的方式呈现。所以你今天。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是很真实的呈现给大家。真的，但你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，十八岁到现在出道，刚刚跟那个吕强在聊、嗯哦，你有一个你喜欢人家叫你原住民的名字是不是？喜欢啊，阿木伊，阿木伊、哦，对，阿木伊就是我们泰雅族一个很传统的名字啊、哦。对，阿木伊有什么？就是这个原名的名字有特别的意思在吗？在你们泰雅族里面，我有问，可是我问不到哎、欸哦哦，可能这个名字真的是太久远了。哦，真的，对，但这个是我祖母的名字啦，就后来就承袭在我身上这样子。我们就家里就习惯取长辈名，然后给后辈取名字，就隔了一代，然后取了个长辈名，然后好像觉得那个生命一直在，对，一直到承袭的感觉。哦，感觉真的还蛮好的。刚刚有跟那个阿木伊说，就说哎、欸，今天其实。一个歌手来到这里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可以听到你现场演唱的实力。这对你来说一定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啦。那么多年前，你也曾经入围过金曲奖的最佳新人，是在2013年，对对，真的四年前，对，四年前，而且你那一届的最佳新人奖很厉害哎、欸，对，那时候非常的竞争，有百安、佳佳、艾怡良、Miss Cole、桑布宜，还有 OK 合唱团。对，还有刘强，真的。然后你看这些人在现在都一直还在歌坛，嗯，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棒的成绩，所以那一届的新人奖是很应该说，如果这样回头去，想想看那一年这样出来的新人，的确大家都是非常有实力的，不是那种一片歌手型的人。对他们真的都现在都像，今年的金曲奖。就是佳佳、桑布宜啊、艾怡良啊，都变成入围女歌手，对，都是很棒。对，对你来说，那个好，我们先让那个我的这支给他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玩换麦的游戏。对，我们先换换。对，哎，是好。嗯。带来的第一首歌是《爱无所谓》。这首歌是跟马吉迪迪老师合作的，对，因为他是我，也是我的前辈。对啊，热力四射。嗯。
画面游戏一直在玩麦克风，然后希望给大家好一点的音质啊，给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反应。现在此刻开始，大家也可以上网络留言，因为这是那个吃饭时间。对啊，就边吃饭可以边打开手机看一下。别担心，这个节目在播完之后，它就成为一段，我们就是把你请到现场，把录影的状况带给大家看。现在陪我们录影的人就是看 live， 然后那个没有时间看这段 live。录影的人就晚上回去当成一段节目来看，还有经典回顾，当然有经典回顾，那不是经典回顾，那是全程重新收看。你也可以好好回家看一下自己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哎，喜不喜欢，喜不习惯这样子。好，妈吉弟弟怎么聊？待会再来请教吕强， okay, 让吕强先来唱这首《好爱无所谓》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到这首歌？有听到，有听到。希望你喜欢。Come on, go on， 不习惯变决变的欲去求，放手追求。忐忑不说，赖着谁不走，迟早囚禁自我，安乐等等等。老掉牙的逻辑，别跟我玩文字游戏。他说：“刚刚这歌算一种热歌劲舞的概念，是。那你坐着这样唱还习惯吗？其实上半身要再大一点。对他今天一直不好意思站起来，他说他今天那个装扮那个，他怕他的脚被你们看得太多。你也很奇怪，他自己穿短裤来，然后又怕人家看，穿短裤又不好意思。对，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所以你刚刚这样坐着唱，还可以唱出这样的那个歌喉跟歌声，真的很厉害。谢谢。一般来说。”
站着应该会让你是更自在的状态的，声音要那个实力啊或干嘛，应该稍微比较容易一点，会吗？还是都一样没差啦？站着会强哎，吕强唱歌实力就像一道很硬的墙，然后这样啪，就整个都会往上升，你的那个声音感觉真的是可以穿墙而出哎，还蛮强大的。谢谢。哎，我好好奇哦，像你们这样，你是？你长时间有住在山上吗？还是说其实 有一种就是原住民的朋友，他们的部落其实也没在那么高的地方，但应该都有个原乡的那个。有啊，我是住在新竹的五峰乡。哦，在五峰乡。然后其实放假有空就会上去耶。对啊，在山上就是跟在平地其实有很大的差别。真的，山上就真的是很舒服，就是你们的歌声是因为都你会对着山谷唱歌吗？会啊，会大喊啊。然后就会，真的吗？就像那个拍广告这样子吗？这样子类似，哦，真的。然后就会喊回来这样。哦，真的。那你都会通常会喊什么？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大唱歌啊，或者是乱叫人名这样。哦，乱叫人家的名字。就可能我爸在下面在，他可能在砍，砍那个杂草啊还是什么的，在农作的时候，对之类的，我就爸爸这样子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他就会回应我来干嘛？之类的，就是你们就用这样子那个送那个对话的回应，对啊，好帅哦！就是利用回应来传到他的耳朵这样。然后那个声音会让你就变得很开阔吗？肺活量是这样练出来的，还是说那整个嗓子是这样把它开到一个会这样就会极致的状态？哎，对啊，感觉是哈，那个就是有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天地正气一起帮你开嗓，天然的回音这样，好酷哦。那这里像山谷吗？这里其实有绿色的板板，蛮像的，真的哦，黄色，所以你也可以对着这边的山谷唱歌，是不用走下去，只要对着这边的山谷唱。像你对右边的山谷，你会唱右边的山谷们？对啊，右边，他们现在没有，我们声音关很小。你会唱听见下雨的声音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那你对着右边的山谷可以唱这一句，然后他应该会有很强大的回应。真的。那你要站起来对右边的山谷唱听见下雨的声音。站起来。不用用吼的，就只要唱就好了。好，这边 这句歌对右边的山谷有很强大的意义，你就走到这个地方来。走到。但你不要走下去哦，然后你就只要对这边唱那句话。你会唱这首歌吧？可以。真的吗？可以。好棒，这是安安大明星很重要的一首歌，就来的歌手一定要会唱这首歌。真的啊？对。那你只要唱一句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赶快回来。那你要对着这边唱。要放出来，很认真的。没事没事，你听到唱这句歌词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很有反应的。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，这样很棒。就这边的山谷很有反应，你看看那边山谷的人对这首歌很有想法。你知道那个下雨的声音对这边有很强大的意义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不然你再唱一次，然后大家会给你热情的掌声。再一次对山谷，高八度好了，高八度之后对山谷的要这么高吗？不要，可以啊，因为下雨有时候雨比较大。好，对。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，这边山谷应该有一些回应，山谷要回应啊，拍手。怎么了？他一直在听。好，你卡先回来吧。对，这首歌是安安大明星的神曲。今天山谷比较冷静。山谷今天比较冷静，但是山谷还是有起了一些波澜。对对对，感觉有，就有一些雾飘过来了。有，你有感受到吗？有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来到这里的歌手都要会唱这首歌啊。对，然后你今天就在这里，就是算是也功德圆满。嗯，这边有对这首歌有莫名的热爱。山上会下雨的时候，你会去唱歌吗？怎么专辑哦？哦，他说你还没送专辑，他好紧张。我自己拿，真是雨强的。这首歌就是送你的专辑，谢谢。然后这个，其实这个歌那个整个封底封面设计，它其实蛮前卫的，然后带一点漫画的感觉，跟你那个呈现出来的歌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这张专辑其实是比较多元。的曲风，了解吗？刚刚的爱无所谓，然后还有路人甲是比较抒情的，是也有比较慵懒舒服的，然后也有摇滚的啊，大家可以去听看看我的专辑。EDM 就是所谓什么民谣，那 EDM 就是指就是指那种电音歌音，就比较像刚刚那首你刚刚唱的那个歌嘛，对，就你跟马吉弟弟的合作的那个歌，哇，那你的歌是未来男友的片尾曲哎。那你的歌的那个制作有一个是马吉弟弟，那未来男友里面也有个未来弟弟耶，是张轩瑞耶。那跟马吉弟弟哪一个弟弟是你的理想型弟弟啊？
是我比较喜欢那一种的味道。你们两个都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没关系，女孩都有自己很强大的想法。我只是说，哎，这两个人对很多人的那个生活啊或干嘛，那个男生的形象里面都很特别，而且那个张轩瑞这样子就是腼腆的啊、可爱的啊、温温乖乖的。那马吉弟弟呢？马吉弟弟他是成熟，他现在就是以前就是比较你的认识是什么？现在就是比较我喜欢吉弟弟，比较成熟稳重的感觉。真的吗？你跟他合作的时候有吓到吗？就是一开始进办公室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没认出来这样。哦，真的。就是因为对他印象就还是停留在。那你的小时候有马吉弟弟这个人的印象有啊，会听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很红哎、欸。对啊，超红的。对啊。结果他变成你的老师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没想到居然可以有合作的一天。好酷哦。那他在那个帮你做刚那个歌的时候，有什么特别的指导？嗯，其实像制作啊、嗯，然后编曲啊，甚至是和声，很多都是他给我的 idea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学到蛮多东西。哎，你自己也会写歌吗？还是自己还没有？会在哪个面向上去参与那个你自己的作品啊？就是希望之后可以啦，但是可能会先从就是曲开始。不用啦，你先好好唱歌就好了。就让你的歌声可以那个红遍大街小巷，然后接下来就你有新的能量了，就可以好好再把它加入进来。其实吕强，刚刚大家听的，这已经算是你的第二张专辑。对，这其实算是你在入围那个金曲奖那时候是独立制作的一张。那时候是对独立制作的专辑，然后那时候的曲风是也是哎。十首加三首母语歌哦，还有三首母语歌。对对对，那时候还有三首母语歌在里面。那时候的曲风，现在搞不好找那张专辑的、嗯，你知道很多人很爱回头去找。有啊，其实还是可以找得到。真的、哦對啊、好啊，喜欢吕强的人自己可以回去找、啊。不过可以先去找他的新专辑。是、哦，我一定要问他一首歌。我对这张新专辑最好奇的歌叫做《迪化街》。嗯，请问你到底要表达什么？大家是为了那个明年过年，然后刚好会跨到这个宣传的时间，现在预做那个铺陈吗？看到这首歌都想说，哎、欸，是要过新年吗？要啊，就是到时候年货大街可能是不是？可以适合在年货大街放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大家可以播啊？哦、真的吗？那你现场可以哼两句来听听吗？啊啊、迪化街唱的是，因为这首歌虽然像是。叫迪化街，有一种年货古色古香的感觉，嗯、但是其实它其实让我想到很多那个花生啊，然后蜜饯啊，很多零食啊，一定要的、啊、迪化街不这样嘛？然后还有想到那边有一些历史比较有年代的建筑，嗯，还想到很厉害的霞海城隍庙，对，对啊，就大家那边，那你的 MV 在底。这会拍 MV 吗？有啊，这首歌其实还蛮都会感的。都会感吗？就是都会慵懒的感觉，新的都会感。是，它其实里面在讲的是一个女子等一个爱不到的人的心情。真的，那真的很适合在迪化街唱。那一定要去霞海城隍庙啊，跟城隍爷讲这件事情，他就会等到了，是这样讲。那可以，感觉很好哎、欸。那你现场，我有这个荣幸，请你唱两句迪化街吗？可以啊，用两句啊，唱到你开心的状态就好了。你说迪化街、嗯啊，我想听。好。我想你，不说给你，顶多在迪化街很狼狈，一点点糖我都不放，这种苦涩像人生。谢谢，这首歌叫做《迪化街》。天哪，你的迪化街好，嗯，就是没有新年感啦。有啦，有也有啊有新。新年晚上也要休息啊，谁是一整天在放鞭炮的、啊？对啦，就是过新年是放完鞭炮。对啊，晚上的时候就大家在扫鞭炮去，扫鞭炮边播，然后明天早上要继续放鞭炮。对，然后感觉不错啊。对，谢谢。啊，迪化街那有那种林忆莲的 feel 哎、欸，有吗？所以就有那个走在大街的女子的感觉、啊、哦，你们女生唱什么街什么街都这样唱就对了。嗯，可能感觉还不错哎、欸，就是走在街边的感觉。为什么有人歌迷要叫安全第一呢？你到底又想要做什么事啊？就是，其实这里面在讲的是不管。就是多爱啊！欸、你的歌迷都好棒哦、喔，很酷吧？对啊，迪化街安全第一，还有贩卖灵魂的人，然后再来就路人甲，嗯，然后又爱无所谓，然后再来不退、嗯，然后再来是不变真伪，怎么会不像话？嗯，怎么会不像话？对啊，你这个整句串起来就是一个就是在城市里面的语言，然后很一般跟日常的人，然后就朗朗上口，然后你就把它切成了十首歌，对，就十首歌，真的比较像那个封底的那个图像的感觉，它带点那个。嗯，很特殊的那个
都会情怀，有点小另类耶，对啊，然后又有点小跳痛。对，他其实就这首专辑就是跟封面就是一样跳痛，封面就这样而已啊，就把你整个脸满出来。对，其实我以前都是，然后还故意做那个，这是特效吗？没有，这个真这是雀斑妆，然后在雀斑妆真的是亮片，哦、这不是后置的，这是真的是粘上贴那个贴上去的亮片，天哪，撒上去了。一个女孩喜欢把雀斑贴在脸上，也真的是蛮可爱的，我觉得很酷啊。这阵子都很流行雀斑妆，大家就会刻意去点出雀斑、哦。而且这个时候你是 QQ 猫哎、欸，对啊，是一个卷发状态、嗯，难怪你今天刘海都。我听你的话，今天就是那天有夹电棒，对，他还没松，他还没有松下来哦，真的，你这张专辑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、嗯？那个大概把它完成了。你那么会唱，录音应该很快啦。因为这过程中我们就是边收歌，然后边录，所以。嗯就是这样慢慢下来，其实也快要一年了耶，还不到一年，但是快要了。嗯。然后主打应该说这整个那个专辑的名称叫《All Love》，就是它也是一首你很重要的那个主打歌曲。它就是我的专辑里面的开门歌，就叫做《All Love》。哦。就这张专辑是以爱为名。以爱为名，但讲的都很生活哎，怎么会不像话？对啊。而且我里面我的还有狗狗，我的两只狗在里面。哦，真的吗？其实我这背面有，你看得出来有我的狗在里面吗？看得出来啊，这不就是他们吗？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哦，是他哦，这只、哦。对，在后面这个。他干嘛用屁股跟人家见面啊？人家狗也是很奇怪。刚好。他都要拍照片的，不会想要看见面。就是、可以让大家就是大家来找茬，就是除了听音买 CD 听音乐之外，还可以大家来找茬的概念。嗯不会，大家爱狗的人不会找茬，他会在那边找小可爱，感觉还蛮好的、嗯。那今天既然都来了，就一直唱歌好了。好啊，那我们来唱第二首歌 okay, 可以吗 ？OK， 我们这样到第二首才让你开门。好。对，因为大家一点了又要回去开办公室的门，他们要走去上班了，他们有，但是可以在那个办公室一边那个好好的欣赏一下，一偷偷听一下戴耳机，吕强唱歌很好听，来谢谢来听吕强的现场演唱第二首歌曲。All Love， 谢谢。让人更大胆，爱让人烦，爱可以更简单，爱可以更。
谢谢 All Love。我要持续拍手的状态，我被你的飙高音吓到了。谢谢。你这样坐着哎，然后你可以飙成这样的高音，你真的也是蛮有事的。哇！所以这对你来说，你刚刚拔了两个尖的那个声音，嗯，还好吗？很简单吗？也不容易了。对，你是说你还没开嗓哎？然后你又扛上，而且我刚刚看到一个，你现在是咬着牙套。对，我是对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空空洞洞，其实我现在还在戴牙套的状态。所以你很，有人说咬着牙套的时候，连讲话其实都有点，有时候会有点不舒服哎。会啊，就是会磨到，就甚至会漏风这样子。天哪，你真是用生命在唱歌了，你是完全没管它了。就是牙套就，那你唱，有常去刮到你的？会啊，有时候真的会唱到。因为我刚刚看你一点都没有在，你没有保留的在唱歌，就是你真的是全心全力的在飙、对啊，因为 All Love 这首歌真的我自己很喜欢，特别因为你飙了。拔了两个高音，然后我就看一下，这个人，因为是上课的时候，就是常有小孩啊、来学说，就是来正音，那、他们就咬着牙套的人，你就会怎么看都觉得真的很爱讲话，连讲话都怪怪的啊。可是你今天都不会耶，你很勇敢，谢谢。我的勇敢是说你很重视你的这个作品，对，然后你在那个这段时间。你受到的那个就是，对啊，皮肉上的辛苦，应该真的是的。这张专辑我真的都是戴着牙套在录的，哇！而且有些歌是，那牙齿刚好比较密合，因为牙齿一直在移动嘛，它在整周一直在移动。有些歌是没有空隙的，就是牙齿比较好的状态是长的。有些歌是比较漏风的时候，对啊，有时候那种漏风的时候，那口腔发出来的音又会有点不一样，特别哦。对啊，可是你都是很用心的，让他在那个状态下唱到最好的。因为他就是跟我在一起了，所以他就是等于是吕强了。你看啊，是不是我常常跟那个戴着牙套来正音的小孩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要在戴着牙套的时候认真的把话讲出来，那个声音才会是你未来的声音的状态。对，如果你现在让他松懈，你可能就。把它整好之后，也唱不出你要的样子了，因为你好像跟他妥协了。对啊，其实我跟他蛮好的、跟他蛮好。对啊，他把你刮到，你都不会理他，他跟你道歉，你还跟他说没关系。我也习惯他了，对。哦、真的好酷哦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跟感觉。对啊，飙高音对很多唱歌人来讲，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跟别人。留下印象的方法。你刚飙那两个高音，在最近的歌坛上也不是常见到的。谢谢。那种演唱的方式。请问你要怎样去练到那样的实力？因为你刚你说高音吗？没有，就刚突然间，你真的慢突然间飙了两个像惠妮。我觉得就是像惠妮，又像玛丽亚凯莉的那种。这是一个情绪的起伏吧，因为他这首歌是慢慢堆叠上去的，其实唱到后面就自然会有更深的。东西在里面就会自然发出来。你让我好奇了，真的，你今天从来到这个现场到跟我讲了这么多话，跟在唱歌的时候，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、好像是是，但你的那个你要跟我讲说，哇，你刚刚内心就是澎湃汹涌，所以让你整个人，如果我们形容说那种唱歌的状态有点像张牙舞爪的起来的话，你应该歌声更是不得了了吧？歌。唱歌的状态，就张牙舞爪这样子，就是进入一个很疯狂，我们就是很入神的状态。就是我，其实我内心是澎湃的，只是可能表情。真的，你好厉害哦！你还可以分解操作，就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其实是特别把你邀到那个这个平台上来。对，我记得，因为那个制作人说你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歌手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啊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四面台，我们很开阔。你刚才唱歌的时候，其实整个声音音场环绕。应该还让你觉得蛮舒服的吧？舒服啊 ，OK 啊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在这边真的很特别，就是你很怕打扰到别人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他们自动会用另外，就是也会自己分心出来听你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把你在讲话过程当中先把声音 mute 掉，然后等一下你唱歌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放出来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这里真的很酷，我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对对，但有更酷的事情就是很开，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听吕强唱现场，你在明年度2018年有一个表演的那个安排，对不对？是在明年的1月27号，1月27号有我自己的个人首场售票演唱会，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，然后在11月
月25号就开始在全台的 iBON 售票。如果大家对我的声音有兴趣的话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支持吕强。就是去那里，应该你的声音未必带给大家什么特别的那种什么。创伤的疗愈、嗯，可是你看，好像会让别人，你的疗愈会让别人突然间很坚强，这样。谢谢，对，谢谢，感觉蛮酷的，就是你是一个打气筒。嗯，我就是我想要的，我希望大家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听我唱歌的时候会。有一种疗愈是那种棉花棒涂药的那一种、嗯、啊，你感觉不太一样。是。所以需要一点能量的人，好像可以去跟吕强。嗯，有一个演唱会上的互动，觉得是蛮好的。希望大家可以来了之后，就是。觉得满满的能量回去，算是出道以来一场很正式的售票的表演。是，对。其实人生进入一个表演的状态里面啊，都会希望帮自己立下一些什么特别的里程碑啊，嗯、或干嘛、嗯。然后你表演的现场应该其实唱很多的啦，对不对？你说表演现场吗？就是那种 live 演出啊，嗯、或什么。以前你在独立制作的时候，应该更常有到一些地方去表演过，对对嗯。但是因为去年还在。那时候还是当学生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大家见面、哦、对啊，校园也很少去，很少，现在应该会、嗯、然后那个过一阵子应该很多同学会来争相邀请你，对，这阵子会可能会比较容易跟大家见面，要，因为你的歌应该对别人来讲也都是一种很特别的那个见面礼，嗯，感觉你有特别想要介绍的这里面的哪一首歌吗？我突然对你的歌好奇的、嗯、好啊，你好像曲风真的是很多变哎、欸，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哪一首？我觉得里面很特别的应该是《贩卖灵魂的人》，因为他在里面算是最跳痛的一首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这里面就是都是比较流行的歌嘛，嗯、像《欧乐》啊，或是迪化杰比较舒服的 EDM， 然后也是大家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趋势，然后抒情歌啊。但是《贩卖灵魂》这首歌。贩卖灵魂的人这首歌就是比较暗黑系的，暗黑就暗黑系列的感觉，对，因为这首歌是那种、哦、用转调的方式去做，所以它听起来氛围对，就是它的，因为这原本是一首很流畅的那种美式流行歌，对，但是后来因为。就转，因为后来就那个低音太低，高音又高不上去，后来我们就干脆直接把低音升，然后高音降，所以就会变得就是转调，就会变得比较特别的氛围。你讲的我好奇的，那你可以现场表演。好啊，就是那要音乐会比较酷，要有音乐会比较酷吗？没关系，我也可以清唱，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。对啊，大家回去听，现在听清唱版的那个转调的吕强。好啊，很酷哎，需要歌词是不是？好像要开始啊，没关系，我们都是这样啦，毕竟有十首歌哦，要它全部背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，需要我本人帮你现在翻阅一下。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贩卖灵魂的人》，所以听完了以后，那灵魂要怎么卖啊？嗯，没有开玩笑的，这是一个无聊的对话。灵魂就是不可以卖，要留在自己身上。不能卖啊，对，所以要好好的把对守着。好，我现在唱一段副歌。好，你唱。那贩卖灵魂的人，有着伪装的颜色，他能满足那些躯壳。那贩卖灵魂的人，有着动人的眼神，若他已锁定你，你就完了，是不能被锁定。你唱歌跟讲话吼，真是在两个世界。就是你唱，然后唱不能被锁定，是怎样讲话要保护你的喉咙，所以讲话，然后讲话这么小声的人，然后突然间唱个啪，就这样，是我就是、像开大炮一样。除了唱歌以外，都还蛮害羞的。哦，真的吗？除了唱歌以外都蛮害羞的。哎、欸，那你平常就是？身为一个爱唱歌的人，一定有在常在唱一些其他的那个流行歌。嗯，你有特别爱唱谁的歌？像之前有翻唱一些 Adele 的歌曲啊，那、哦、我也爱 Beyonce 这样子。你爱 Beyonce？ 爱啊。所以你很会在那边，就是来两下。你是说他的性感舞蹈？哦，他的性感舞蹈我不会。那只是 Beyonce 的快歌很厉害啊，不是这样说吗？对啊。那其实我很喜欢看。哦，真的、哦？那你也会唱吗？会唱他的歌啊，快的那一种。快的那一种哦。啊，你今天都唱那么慢，你要快一下、啊。我要想一下，哎、欸，突然。你喜欢哪个歌？我不太记得歌名，认真说。但我知道 Beyonce 的那个。你不要逼我，我、哦、没有办法唱，啊、你自己来你。你知道哪一首吗？没办法。还是你要就是指定？没办法指定。对，你就自己来一首。哎、欸。最经典的呢。经典的哦。对啊。
欸，一个女生可以 Beyonce 很厉害耶。可是我忽然想不到有什么。真的。嗯。让你再想一下，我们来认真谷歌一下，你跟那个经纪人有什么想法吗？碧昂斯哎，碧昂斯强，碧昂强，嗯，这样太苦恼你了，会不会？我觉得我的那个制作人正在认真的谷歌，他帮我找到一首碧昂斯的，然后他说请你自己看一下歌单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看一下哦，好棒哦，唱一下。欸，我们这样子还蛮酷的吼，就现场随便叫你唱一下歌，你就来了。那在这等待过程当中，再唱两句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好的啦。好啊，听见下雨的声音。一句话，我可以搜歌词吗？搜歌词可以啊。等一下，不然我唱那个《Crazy in Love》好了。好。好。直接来，自己来就好了啊。可是我要歌词，你要歌词《Crazy in Love》。他要为我们碧昂斯一下。那我先来。听见下雨的声音，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。他又讲到这首歌，我们应该会至少会唱出很多种版本，每个歌手来都要会唱这首歌。你是说下雨的声音吗？对啊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剪起来，然后成为我们最特别的片段。他帮你找到了，谢谢。好哦。哦，认真来一下，很酷哎！哇，超棒的，找到了吗？有吗？也没。怎么了？我好像不是这个，是吗？我好像不是唱这一版的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不然我就用哼的好了。好 you make me crazy, 'cause I make you crazy. 我跳 ，'cause make me crazy, possibly.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嗯，这样就很厉害了。谢谢。有你每次唱这种那个很厉害的歌，我都就是很害怕。谢谢。你那个声音会把人这样从这里然后冲到大门外面去那种感觉。你到底你唱歌那个肺活量，嗯，是怎么练出来的啊？嗯。然后你讲话这样，嗯，对对对，我们今天来聊天，然后他唱歌的时候就变成，一个那个。活力全开的状态，这样应该可能从以前就很喜欢听 Beyonce 的歌，所以就是会跟着他练，这样子跟着他唱。好好好，那我们今天还是多让你唱多一点歌好了。好，所以你的那个1月27号的那个演唱会上面，你有什么样特别的规划吗？我们还在筹备中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。如果可能之后，更多的消息，大家可以上我的脸书或 IG 搜寻吕强，就可以找得到我了。那国语歌手的那个别人的歌，你有特别喜欢唱什么歌吗？你有唱周杰伦？国语女歌手，我是国语男歌手。国语男歌手，我之前有翻唱过李荣浩的《哎呀》，哎呀这首歌。哎呀吗？哎呀，对。哦，好啊，那你就唱一下好了。好啊。真的哦，好棒，随便 cue 你，随便唱哎。我说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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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过10年，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，我说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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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，嗯嗯，好，很厉害，谢谢。等我一下，现在应那个导播要求，他要让你赶快。为我们演唱《路人甲》可以吗？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。之后我们再好好来聊一下其他的那个。我一直在看他，你知道直播就这样。对，很好啊，这让大家知道可以，嗯。蛮生活化的，对对对，设备上或干嘛？嗯。路人甲，刚刚我们一开始进来是唱了看了 MV，现在要让你。在各个现场唱一下，是带给大家。你还是坚持要坐下来唱吗？也可以站着啊。好啊，那你就站起来唱一下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那些声音。为你做还没有学会的动作。
些想要说出口没出口，喉咙变干涸。爱上了你，失去了整个我，算什么？假装着笑讨好你，从不说自己的失落，渐渐忘了自我。或许你爱情从来不缺乏，所以你不在乎我曾来过，但爱的太天真，傻傻陪着谁能爱。想要得到你什么？其实我真的脸上没眼泪，不过是我独自走的好累。那时候你很简单，很疲乏，有个人陪伴。那时我们再困难，再平凡，有个人承担。是让你失去了整个你，没着落，变得多疑，没耐心，没自信，分不清对错，渐渐忘了自我。或许你爱情从来不缺货，所以你不在乎我曾来过，只怪我太天真，傻傻陪着喜怒哀。其实我真的脸上没眼泪，不过是我独自走的好累。谢谢路人甲，谢谢，拍手，谢谢。一定要拍手的，因为我们突然现场的设备出了一点问题，然后刚刚李强还是这个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帮我们把歌唱完。一定要唱完。今天那个设备啊，最近有水逆吗？听说我今天设备出了很多。真的假的？今天吗？我不知道但是呢，我告诉我不知道我现在讲话那个线上可不可以听到？因为刚刚导播也跟我说，好像我们这支麦克风也有点问题，所以我现在必须呢跟你共用同一支麦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坐在一起，好。用我这一支，对，用我们这支麦。然后那个，你先喝个水。今天那个让你在那个很多那个震撼的状态下做的这个节目，不好意思，然后因为设备上有一些那个突然间来的那个音源啊、电源啊，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地方那个环节上对你有点那个失礼。没关系，这就是 live。对，这就是 live。live 其实对，很感谢你在那个极致的状态之下，然后也把今天的一切的状况用你的那个。很好的表演能量把它排除掉，一定要，是我们很大的荣幸，这表示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，谢谢，真的，然后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虽然你在那个歌坛上才出这个第二张的专辑，现在镜头应该是这个在 take 我们来看，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这张就是你一个非常进入流行音乐的第一个作品，对，很认真的祝福你，希望你可以唱片大卖这样子，谢谢大家，对，然后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你用这个这么温暖的方式，然后包容我们今天现场一切那个无法与你完美配合的所有的细节。OK 的 ，OK 的。但你的状态就是天后的一种已然成型的样貌，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会对你产生困扰，非常的令人钦佩。谢谢，没有没有。再帮自己宣传一下一月二十七号的事情。在明年的一月二十七号有我自己的个人首场演唱会，叫做《从零开始》。因为这张专辑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打掉重练的一个开始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。那另外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，也可以上我的脸书或 IG 来搜寻吕强，就可以找得到我。谢谢大家。今天为了回报你做的那个今天这么用心的表演，我今天就成为你的。滴滴甲，谢谢。最后的结束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有惊无险的是一月六号安安大明星，谢谢。希望礼拜一的 Blue 那个喇叭不要太心情不好，他突然间刚刚不跟你那个聊天了，他可能累了，他不累，他还没吃饭，对他没吃饭，那吕强也要去吃饭了，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礼拜一的安安大明星，预祝吕强这个专辑大卖，谢谢谢谢建安哥，演唱会也秒杀。谢谢，然后希望你那个成功，谢谢，在歌坛上放光明，入围金曲女歌手，好不好？你的同一
一起入围金星人的人都祝你歌手了、祝福你越来越好。好，谢谢李强，谢谢金安哥，谢谢，拜拜。应该是预谋。